哎，所以刚才一个前置吗？有看到我吗？有人看到了。嗨，终于直播成功了耶！哎，所以如果用什么一直播的话，会有美机耶。我刚刚用一直播有美机，然后这个就没有美机，好好玩哦。Hello， 你们好吗？嗨，第一次微博直播，是章鱼精，这里灯好亮哦。好耶，其实就是想试试看直播，所以也没有什么主题，大家可以聊聊天嘛。嗨 ，Hello Hello， 我之前呢就是一直没有，因为没有内地的电话，结果不知道怎么申请，结果就。去询问之后就才通过，之前都一直忽略大家，不好意思啊。现在会常常直播 ，Hello Hello， 哇，今天这个灯光还不错哦，打得 bling bling 的感觉。Hello， 你好哎，欧阳 ，Hello 邦邦，嗨嗨嗨。想要听听说听说，七早八早叫我哎，现在已经不是七早八早，现在已经七点八点了，不是七早八早。Hello， 你喜欢孤单心事啊？哇、wow, 啊，谢谢你，我最喜欢人家说我美了，美的不要不要的，是我在看我直播吗？那位没有，那你们在笑什么？哦，就现场看哦。谢谢 handmade， 要唱听听说是不是？好啊，哎，我还没开嗓哎。多少人在听听说？嗯，将近五啊。听说，听说，听说我总是听着别人说，不说出口。是怕你觉得我还寂寞，听说，我听说，听说你的手已经有人握，会难过，也不说，是怕你该担心，还没人疼我。take 自己的字做结束。我有一颗痣，好听吗？么么哒。张雨绮，你要看我直播 是？好哎、欸。唱完的。好听死了。飙声哎。是吗？飙的。爱你是孤单的心事，不懂你微笑的意思，只能像一朵向日葵，在夜里默默的坚持。爱你是孤单的心事，多希望你对我诚实，一直爱着你，用我自己的方式。直播还看起来还可以吗？直播上面看漂亮、啊、漂亮吗？漂亮，是漂亮的吗？然后那我就放心了。我主要不我不怕唱不好，我只怕不够漂亮。谢谢，谢谢，哇哦！有一个人说认识你的时候是初中，现在都已经大学了。你不要这样子，那时候你认识我的时候我也很小好吗？我很小出来唱歌啦。小花有在旁边呢，要看小花哦。好，小花儿，小花儿，有人要看你哦，小花儿。小花儿，直接不。小花儿，有人要看你哦，爸爸。你跟我跟你讲，你跟这个阿姨，等一下你跟这个阿姨，好呗。
宝宝，你正跟个阿这个阿姨嗨 hello 一下，她好难过，你跟她 hello 一下。那你跟她啾啾，再啾一次，她很难过，你跟她啾啾。那你跟她眨眼睛，哦，这样子再眨一次眼睛好吗？那你跟她 kiss bye， 我们要走了，快点。嗯啊，那你笑一次给她看，一二，你要嘟的一，好笑。哦，生气了，宝宝，你是不是很容易生气啊？那你有没有可爱？你有没有好可爱？你说你有没有好可爱啊？好，宝宝，妈咪问你，你有没有好可爱？有。那你有没有胖胖？没有。没。胖胖就没有是不是？那你有没有肥滋滋？没有。没有肥滋滋也没有啊。那好可爱有吗？没有。好可爱也没有了。嗯、那妈咪是你的谁 ？Baby。Baby 啊，那我来看看这里有什么。这里有王安琪。王安琪放的是男生的照片，所以我不知道你是男男女的。王安琪，好，那这边还有一个 ，Hello， 那白羊羊，暖白羊羊，羊羊，那羊，我问你哦，羊羊是不是你的 baby？ 嗯，他不理我。好，那小宁子，宝宝，小宁子是你的谁？哦，小宁子也是你的 baby 啊。反正你问他，他是你的谁，他都会说 baby。嗨，培林是你的谁？培林也是你的 baby 啊。哦，好笑哦。好，那你自己，你继续慢慢玩，妈咪去外面 rehearsal 了。走，我们去 rehearsal。我给我们家里三千，好好笑哦。Hello， 小花是我们大家的 baby， 这里比较亮。嗯，在一起啊。嗨，大家好。你怎么可以站我后面？哦好，那就是我来拿。这样子的话，我的脸会比较大一点，是吧？嗯 ，OK 吗？Hello， 直播也不先通知一下。我跟你讲，大素颜，这就是我们这次是没有主题的直播，嗯、所以你会发现怎么其实是没有水流，没有水流，它就是随随便便这样子、嗯，总要有一次比较 free 啊，这样比较，我觉得只还有直播的意义，嗯、就是有点想干嘛就干嘛，嗯，因为就下一秒要做什么都不知道，无法预测，对，这个大帅哥。顺便才好，随便才好。说啊，你俩有合作吗？有啊。哇，唱那天哦，唱那天，这里人多哎，很不好意思。那我来把门关起来。要唱那天。不好意思，我在这里唱一下歌哦，粉丝们要听歌。好好好。宽阔，key 有点找不到，请问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？可能要高一点。君君，你来了。嗯，那么高。宽阔的海边，有一片山水的画面，怎么你还是不出现？我还没改变。一切都不在身边，爱我的那天，是什么让你有感觉？我们走过了昨天，走不过今天，一直等待着明天。你会出现。超好听的，刚刚是谁在唱歌？怎么有人在画面？外面听的直播，有在 follow 我的直播。下次我们可能要找一个主题来直播会比较好。再说吧，咱俩找一个主题来直播行吗？咱俩。咱俩杂粮啊，杂粮面包，
干嘛？哎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说你好漂亮。哦，谢谢你说我漂亮，我很开心，谢谢。旁边有小朋友，很可爱。失败过的那又怎样呢？成功后的我并不认得，继续等待我这么觉得。有时候休息是完成，又怎样呢？美的事物有谁能认得？又加持了我并不觉得，你究竟能给出去的是什么？还有人想唱点你，那我今天有点小感冒了。你就像风在说话，顺着我方向，你就像海中的波浪，推着我成长。我明白你的回答，温柔的对话，爱情其实没有办法不被感动吧。我不说话可以吧？好了，谢谢大家咯。啊，我有金币了，我有金币了，请你们送给我金币，因为我刚开始，所以我都没有钱。请你们送我金币，拜托拜托，我现在都没有钱，请你们送我金币。而且好像可以送很多礼物，对不对？可以送我礼物跟钱吗？我很需要。耶、yeah, ，有人送我钱了，有人送我钱了，哇，送你钱，有人一直送我钱哎，好爽、啊。你们拜托你们送我钱，我要钱。仙女棒，有仙女棒，有人送我仙女棒了。安琪，谢谢你，安琪。嗨，嗨，嗯，啾啾，拜，要出去了哦，我们要开始那个聚会了。谢谢大家，哇，我现在有钱了。我晚一点结束，看有没有空跟大家视讯一下，好吗？啊，我一直有钱，我一直有钱。张一军，我一直有钱。张一军，我一直有钱，一直有钱哎，我钱一直上来，一直上来，大家都给我钱哎。怎么这么开心啊？你看，一直在给我钱呢，耶！一直在给我钱，我好开心哦。我好喜欢钱哦，不是金币，因为我才刚开始啊，我第一次直播，所以我都没有金币。谈钱俗气啊，多给一点。不是俗气的问题好吗？这是因为我刚开始直播，所以没什么那个。耶，还有吉祥如意，吉祥。耶，还有给我加冕呢。Hello，Hello， 点亮我是什么意思啊？点亮我就是把我点亮了这样子。我会好好研究一下你们送我的东西到底有什么作用。耶啊，我有钱了，好开心！那我晚一点你们再来送我钱好吗？晚一点你们再来送我钱，我先去忙了。等等，给我钱先准备好啊！拜拜。我用搭电梯的方式。嗯。哎。